好，那个各位朋友，宾德公主呢，她从澎湖玩完回来嘛，然后她带了这个欧米亚给我们全体同仁吃，全体同仁吃一包黑糖糕。好，那这个是黑妞红豆糕，然后它是全素的，这个是澎湖三金十大伴手礼。好，这里有写2019年澎湖三金十大伴手礼。我这样拍，好，做个封面照一下，拍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包的话呢。好，因为它是十大伴手礼，所以价格不菲啊，一包可能一两百块跑不掉。对，应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还没有人开。好，那冰，有人吃了，已经有人吃了。好，那冰的公主的话已经切好了，比较方便我们拿去。好，那因为人比较多，所以它就切比较小一点点，啊，切的一小块。那我们来吃了，一个人吃一小块。好了，来吃了。已经就车就在眼前了。一颗一颗那个就是红豆馅。我现在来吃到、欸、你知道我朋友他是担心到有谢谢冰德公主谢谢点还没到他就先去会场问了、嗯、然后他小孩比他们还要小还不错、就是、在那边等到还不错就是他不会很甜然后也不会很黏但是很顺滑难怪可以成为十大伴手礼很推荐啊各位朋友有些朋友的话可以买来吃看看还不错谢谢冰德公主谢谢他就跟林志玲聊天